对啊，随便推，就是我们练这个动作，就是怎么样你把手转的时候这腰别不动，走，好。啊，就是你刚才做的动作，只要这儿不动，这么做它就可以了。但你试，他不让你，走，是吧？他是不是全身都在动？哎哎，这好，用力，你不要怕，别管太极如何，抓住他不放，是吧？咱现在把他干倒，不是就发奖金嘛，是吧？现在大家能看出一点来吧？就说你看他在做动作的时候，这里面尽量保持不动。他如果这样的话，就和他一样。啊，所以我再推一推，你看，你推吧，你看他现在推我，你看推动腰了，是吧？现在你看我用了这么方法，腰不动的时候，你看。哎，顶不住吧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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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？就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有这个，这个地方它不这样，一定要动。你要这样的话，它一定是要动的。你看它没有办法，就是这个地方它本身这个结构不行的，所以它一定是这么样的，裹住。哎，你看，是吧？你看，不能动。如果你们都这么打，它跑了。所以你看进的是很轻的，但是呢，你看近身看。是吧？他不能动，这个时候你是他这些都不管用，那些都不管用。看我背后，脊椎骨，看脊椎，推吧，动了吧？现在你看，说你看，就不能动，动了就不行。所以这就是阴阳，这就是动与不动。你不这么练，你每天你都是在虚幻中过日子。